我懂，你懂吗？嗯，我懂。不过，就是跟以前一样，不要再跟着你。其实你大可不必再说一次来上海。 你怎么哭了？你受伤了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带你出去。 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你，亲自来接你回家。出什么事了？蓝海集团再次变更了最高领导层，而且宣布跟我们公司断绝所有的合作关系。那我们刚刚展开的所有合作，即刻停止。而且，前任蓝海董事长庄老先生。 去世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外公，他怎么了？已经发布了正式的布告。据内部消息，时任总裁严毅也因为不明原因被驱离了庄家和蓝海集团。 时任总裁严毅，继承人身份存疑，即刻剥夺蓝海一星总裁职务，立刻驱离集团，并永远不得再踏入庄家。 必须要先去救一个人，等我回来，哥。
燕星辰，你想不想跟我去私奔？ 我反对这场订婚，我反对只因为商业而进行的联姻。那，你今天一定要答应我，你要好好的抱紧我，千万不要把我弄丢了。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曼宁，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。曼宁，你不要这样。爸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